各位不会冷机好吗？飞起来！哎，又飞一只而已哈。吐血都一直飞两只，黑马飞起来，哎，飞了飞了，又要飞两只了吗？他不会自己抓吗？不会，他选择说要按那个，按一个长按就好。长按，啊，你为什么你都要自己抓？没有，没自己抓，他自己会抓。哦，大只大只。起来！这只可以200，哎，182，看会不会连死。那个快飞的时候再跟我说，蒜头炮来了，蒜头炮撞起来。放弃了，哎，都30几万算蛮高的齁，印象不是都一二150到200，不是都120万而已。对，你两次都30几万。飞了，不知道，好，算了。感觉单发。哦，飞了嘞！想说单发，哦，要大只。两两最高到多少？第一次到80几，打第一次干洗跳了，跳了，终于
开启刚刚这套七十几啊，七十还八十几，八十几的样子。神犬啊，没有鱼，吃力。哦，躲起来，觉醒。妈的，我那两个东西那么烂，两次而已。怪招要出来了吗？最近这个都很差，很烂。飞起来！三十倍，再分了。干娘，然后在那边乞丐分。垃圾，不会每次都飞两只就停了吧？啊！最后一转，哦，飞了飞了飞了，两只大只吼。长按，它上条 OK 放掉，第一颗它亮起来就可以了。欧巴，欧巴继续飞。哦哦哦，马上飞，状况不错。飞了飞了。蝶飞侠，大只。上不去的分数，干，要干洗了吗？躲一下。
等一下，还是要换我那两个洞。他给多少？3000吧。好，看能不能让它增加。好，希望你不用给我。还有机会飞吗？哦，飞了飞了！一会儿看到了吧？怎么那么早？觉醒一下，妈的，上去上去，干你啊！这两个垃圾洞，啊，对对，这个要长按抓一下牌。打直，这一次比较优秀了，小胖还比那个还多。对啊，干是在哈喽。那个有买饮料，阿肥可以喝青伟伟。我要叫饮料，我他没爱喝纯茶的。纯茶类是什么意思？红茶、绿茶、青茶。哦。干，看到这一关就软掉。三海八爪，现在是几点啊？20分。哦，该死的反光！该死反光！该死反光！我弟叫你这个，我就想出来吃。你弟买这个给你吃。哦，感觉不错吃哎。BBQ 遥光，还是气坛？等一下，先关起来。好，先看你的夜点。该打了6000哦，5000-6000，超过3000，啊我输2000呐，我自己打不好。你啊，冷机管有用，我会冷机自动全开，4000炮就掉了，然后暴击，他暴击之后有狂秒，现在超不爽。圣和他们都来帮我玩，我就跟你说，他只要开个高倍数，真的很扯。啊，今天很多4000炮、5000炮跳和乐色，还给我连跳，啊，都那500多万、300多万、400多万，一定输的啊。他如果那些都是高倍数，我就赢了、啊，我就可以全部卡回来。你要那个3000多倍。倒了。
跳，你看我压五百一千几乎都不死，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在超我都三千四千五百炮啊，啊，我放台给一个人，他五千炮，啪啪啪就爆机了。有啊，那个小雨，你哪嘛嘞？啊，因为我打不下去啊，打到怀疑人生啊，我就放了啊。我就说啊，不然我这边分数给你啊，那边两万啊，我就说你看你要不要拼爆机啊。然后他就给我先跑了，他吹了。4000啊，那他压五千。他压五千。他刚好连死讯号，然后就那个了。就一波一波。哎呀，就一波暴击，不知道赢多少，我也不知道。应该赢两万。他还我两万，然后应该赢两万，我还三万。抖一下，抖起来。1000炮，1000炮。啊，你来，哦，他想靠背降下来。我以为你5000炮嘞。如果再多按一颗，应该就有了。干，你若想说你跟那一天一样5000炮，没这么好死了。5000炮真的超难啊。干三。三次仗，哎，好像还不错呢，三次而已，哎，这样好，这样看得到吗？三，刚才400多倍算蛮优秀，按一下而已，插那一下。如果是5000炮就爽了，差不多150万吧。能炮200万。都没有那种连死连死连死，干我那一天4000炮连死三次，好爽，结果还不暴击，两次觉醒。哦，4000炮真的超难死，5000炮更难。顺风雨，夜蝶不知道要几只才会有夜蝶模式，开100只，这个没有人研究，有人好像跟我说有开过200-300只还没夜蝶，有可能，妈的恐怖。滚不到那里就干，刚才我的地表最强螃蟹都不死，那一天是靠这个两个暴击的。哦，冰刀冰刀，哦，2000炮，敲个3-5次就爽了，敲2222，干，这个真的很会敲一耶，连死一下，连死一下。不到100倍，
干，都死一只就要狂咬，是在哈喽。Oh my god！ 死一只后狂咬。